大家好，今天1月5号哈，礼拜五。咱做股票哈，有两种啦。做股票，你看分析师也好，你个人在做股票也有两种方式。其中的是安怎？一种就是说我股票先经我好，啊，这个股票阿标的足好诶，我就把它选进去。选进去之后，也要怎么样？就找点啦、啊。这个点来，咱底下买，底下买。那个点到啊，人家去可进出啊。另外一种的是什么呀？另外一种的是我都没无咧研究，我咧买看股票底下哇赞啊，就来买落，买落人家讲哎、欸、啊，我这个股票到底是好啊，卖家去查了。哦，到主编，我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种啦、啊。啊，分析股票也是有两种，那个书是有两种啊，分析股票嘛有两种，哪两种？一种哦，就是讲，嚯、哦，伊咧看伊咧分析股票拢有够牛诶，每天都正确，每天都准。为什么？伊拢收盘了就卖了，讲，我今日我涨得来讲，今日要起30点啊，啊今日起30点，啊结果那个都是怎么都是事后讲的，啊等你起到30点，啊我讲起30点。盘面上大部分的分析师拢这款诶，啊有一款诶像老师傅这款诶，拢在你讲你头前。慢口音啊不，所有东西都跟你讲在前面。大盘在这里来看好来，这真的广告也要背啊。9月19，10664，106，我说什么呀？我说这里创新高会拉回，拉回到哪一个点才能买？慢口，我说这边会拉回，拉回什么时候可以买？量缩哦，会讲会讲。啊，量缩到1000亿以下嘛，对不？一公开伊拢会晓背啊，底下你看量缩缩，我缩缩，哎，拢无1000亿呢，多啊，加1000亿，994亿。嘿，那是讲我底下无，哎，而且有讲无吼，你大家当去看影带哦，嘿，袂当造假的嘞哦，嘿，影带拢伫 YouTube， 袂讲哎，我去等下改，迄拢无多改的哦，为什么？都已经上传了嘛。那所以，我在这边讲的时候，在这里，我说这个还不行哦。这一天刚好994，五应该900，我来看这个哈、哦。投资朋友，哎、欸，你来看，哎，有，来成交量，对啊，有无？994亿，准啦哈、哦。然后在这里在创新高的时候。嘿，足侪人拢要学我呢。我啊，这一次创新高又拉回，我来讲这一次创新高不会拉回，为什么？因为量相对安定，所以你看一直起，一直起，一直起，起起起，一直起，一直起，你有看无？它就到这里才拉回，拉回到这里，我跟他讲说怎么样？量缩到1000亿左右，上次是1000亿以下，这次1000亿左右。大概呢，讲赶快的功夫都去用恶去啊，那个叫老师傅。才会有反弹，你来看，加偌济，加偌济，加真正就是1048。我咧讲啦，嘿，若讲我无事先，你若讲无去看我这几工啊应带吼，你讲啊，嘿老师到底做假的？那一定当作假的，为什么？后人遐准呢？想到前面又能讲到这么准，转起流你去吹，转起流你去吹。然后有像人像我这做了，我拜伊做师傅，安尼有做嘛？啊，这里哇，搁起来这个较精彩。这里出现的1789亿的时候，我马上创新高会拉回，这一次拉回是变多少？1100亿。所以你要看等下1100亿，真正来来个叫来个1100亿耶，真正有呢，也到处朋友啊。然后1100亿哈，我跟他打开工，因为接下来外资要放假，12月25号、12月26号，你最佳买进点。我讲前年的12月26号，我在买裕金光，我在买统芯，今年你爱把握这个机会，因为 Michael 也点头。伊这农业哈，我们才是贵啊，你加落个啦，无人像我这做呢，真正有做呢，到处朋友。这个是几号？26号，有看到了哈。
前年十二月二十六号328亿，大家讲台要死啊！创啥？对你来讲，讲到到浙江的时阵吼，大家讲啊，台湾这届要破底啊，要创啥？迄老师傅这届一世英名要毁于十二月二十六号了，结果第二天起来，你要看起几支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1882会不会过？今天收10879了，有够趣味，那差三点创新高，那就故意不创新高。我跟大家讲，在这里的时候，我说这个量出来了哈，震荡难免啦，但是趋势往上明确了，叫做震荡难免，就有震荡，我就有震荡嘛，这个叫趋势往上明确了，就故为分析打败所有的分析。而且都是事先跟你讲，你说啊，我叫事后你再来你讲的时候，哇！我们不要讲事，你去看我那个影带，你不要讲说事后拿来看呐、啊。你来看我头前那块，讲哎，这可能事后录的哦，哎，可能现在录把它弄到十二月二十六号，你把它录回去的哦。所以到这边这股票就是这简单嘛，我们都讲在前面，让大家去验证，这样就像这样就功夫，这样就实力了。啊，若无功夫无实力的，拢安那收盘啊，才开始在才解盘，哇，这要安怎，要安怎？谁不会啊？迄叫你恁孙恁后生恁，迄个读国校毕业来讲嘛，晓？麦克，你讲说我讲对不对？啊，已经收盘了，叫你去解盘，你不会解？三岁小孩都会，但是我拢懒得讲你头前。做股票也是一样啊，很多股票我们都讲在前面，让你去印证啊。有没有老师傅在做股票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不是说等你用起来才在这里大家说啊，这个股票怎么样，我觉得都可以大家想在前面涨价概念股算市场，什么人想在哪里说，现在大家也要跟你说涨价概念股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涨价被动元件，整流二极体，矽晶圆，低润 Flash， 然后航运，一大堆都涨价，你看我每天哦，十一点在连线，你就知道。所以说你要去想啊，你今天换了这个股票，它冲起来就安泰，就很多人买到股票就开始在后悔了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我为什么去买啊？啊，就多好，我看多多一年内的对呗。结果收盘呢，搞不好就跌下来。结果说也一定会涨上去，但是因为你对这公司了解的不清楚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赚钱了、啊。老师，这研究不赶快啦！这支股票是安怎？我们先把它，比如说像2104，哦，我讲的股票不会说只有找涨停板出来讲。我说中下这支股票，你在给的时阵，我在这边就跟他讲，因为是缺货啊。他的碳烟12月份所有原物量涨最多的就是他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能源科技三元电池开始生产的，然后呢？还有孤儿要权利金，今年上涨一个收入，那这个你才赚得到钱嘛？那这里要不要出？你不会怕嘛？你不会讲的说啊，赶快就赶快把它卖掉。所以到这边外面了，大家讲的就是讲，像这一支汉讯，大家都记得，我跟你讲说，他赚的钱呐、啊，到这边你来看，一谈的几底下有没有5.28？这我都事先跟大家讲，讲了之后我们才来早点多进出，因为啊，人心中有数了。那咱这个股票哦，也基本面我足清楚的呀，等待那个发酵点而已。所以做股票就是这样啊。今天这 MOSFET 概念股，大中3317尼克森，哦，你看盘中又快要涨停。这一支股哈 ，MOSFET 是什么？是元月份才开始要涨价哦。大陆在9月份调涨50%的这个售价，在12月份调涨30%的售价，专起顶波浪来的攻击啦。啊，你俩讲，你俩讲，你还没看到足清楚哈，哎，佮加看一摆哈，迄网络还有你加顶佮看一摆，很重要。好 ，MOSFET 在去年9月大陆涨了50%，12月涨30%。台湾嘛开始要起价啊！你看这尼克森，哎、欸，要创新高、哦。
啊，你讲哎，老师啊，莫属于这拢去作贼啊。那如果有一档莫属于概念股，到现在都没有涨。如果说有一档莫属概念股，它是龙头领导厂商，那这龙头，那一波股票想要去的是龙头嘛？龙头企业也本益比就相关嘛。像被动元件，你要买被动元件，你不然你就去买国巨就好，它已经涨最多，它本益比一定最高，因为它是龙头嘛，领头嘛。啊，这个 MOSFET 现在大家哦，因为它是元月份才开始起价嘛，所以它怎么样？它未来的资金就会很多涌涌进来。那你说啊，老师，我在这没买到呢，我在这边20块没有买到，你看它已经涨到52块，现在在这边整理。买起来怕怕的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这一次给大家年终奖金，岛主兵力调清楚。第一个，它是龙头，龙头哦，龙头就是讲，伊就是想用的啦，太想这钱的啦。Big ground 想迄落啦，龙头第二点还袂去着，计小熊在伫家。第三点，无人知影伊在做魔术费的，这些唔只是重点。但你讲这你去买股票，唔只有意思。第三点，大股东都卖去卖股票。每次讲到大股东在卖股票，我就跟你讲这一档，叫做啥？叫做看空。啊，人大股东直接在那卖股票啊，哇，一路啦，很多人就去抢反弹啊。我跟你讲，可以买了，你给他看，哇，几天涨这么多。如果你要买这个股票，黑麦口外的光有朋友，你要买这个股票怎么样？你等到大股东卖完再来嘛。我还举例子说，咱以前在买股票，拢有摕到迄啥？以前都有拿到股票的哦。你今仔买股票，啊，人股票就送来你的手中。你唔知呀，我知呀，你都唔是老师傅，你都当阿来做股票的。那你看到那个股票，讲哇，你也去买到鸿海的股票，买到郭台铭，讲上一手是郭台铭。我举例子给大家听嘛，迄股票咧温死的啦，你看大股东在买股票嘛。啊、你如果像我以前在台塑机了，你看买你的股票，上一手是王永庆，哇，很多人很高兴说，哎、欸，我买了王永庆，他转给我的股票，欢喜到要死去，那个股票一定跌的，为什么？大股东在买股票啊，啊，所以康控，我每次跟大家讲，这里涨上去，我说你要买都不急呀、啊，你等到大股东股票卖完再来说嘛，你看这股票安尼路啊，哎，这有够恐怖的呢，这对于。624没几天跌到多少？跌到303，腰斩，对不？投资朋友，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跟你讲说他怎么样大股东会卖的股票，你本身要小心一点啦。我是要来你讲，我这支年终奖金标股，大股东无可能卖股票，大股东老卖股票，你来催我，我才卖回来。欸、我讲起了，因为我不能买股票了，所以要跟大家讲的年终奖金的这一档股票。时间到了啦，你既然也是五号嘛，你再不布局哦，来不及了啦。那等到有一天，你看他冲出去，他飙出去，你说啊，老师我可没买到，足可惜的。老师啊，我没赚到钱，足可惜的。那你何必去可惜呢？你看今天股票已经来到多少？10879、10882，差三点的贵啊。啊，不过更好嘞，不过怎么将来会涨更多嘛？同时，我在今天来讲，我今天一早啊，我特别把这个大盘的月线啊，给它找出来，给它研究哈。因为我都看这個，我跟大家讲，多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这一波走的这个多头格局，跟101年到104年走的很像。那至于涨到哪里，那唔对外啦，你讲啦，你放心啦。好，所以你不用怕。但是重点啦，即卖你要赚多少钱，那个选股很重要。我就跟你讲的。选那个涨价的，因为现在大家人涨价股票，大家人买唔惊嘛？你看那个和清、矽晶圆在涨价，你要看它怎么涨的？哎，10几块起价，48块阁继续起。所以 MOSFET 刚刚在涨价，我要带给你年终奖金的标股的是安怎？第一，伊龙头，无人知影哦；第二，还未起掉哦；第三，咱大股东拢卖股票。干啦，这个值得你来跟我布局啦。所以呢，今天是礼拜五嘛，啊，礼拜一之前哦，投资朋友要走，你赶快手续办好。我们把这个股票哈，在那它垫起来了，把它装买起来。今麦的某股票不能说放在我们的口袋里面，放在我们的存折里面，等它飙涨。
你如果觉得我讲的你认同涨价的族群是最会涨的股票，点为0800-55808，卡起来哈，赶快预约，打电话进来，这点为你免拿钱啦，哈，这个打进来我们公司免费电话打进来，你别喊完那个服务人员讲我古仔，你讲的你完啦，免钱的啊，你卡起来，手续办好，礼拜一我们就来布局这一档年终奖金标股，你了啦，你别气，你买好时间让他气啊。把握这个机会，那因为时间关系，今天我们讲到这里，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会，拜拜。